阿布雷查刷空而出啊，这球可惜。哎，转换。肯尼亚这边呢叫暂停了，就是肯尼亚队请求暂停。还是需要小心一点，因为实际广厦今年在四五号内线上用的人轮转人，哎呦，坚决呀！林世杰啊，这追身过来直接扔啊，而且扔进了，其实没那么理想，只能算是及格的成绩。直接往里坐，有协防，再打出来，林志杰这次不投了。侯宇凡这犯规有点不值当啊！弗洛西斯溜过来，好球！因为一般矮个球员会把自己的射程调远一点，踩着三分线，这高个队员一干扰，出不了手。